Eu achei. Eu achei.脚下那是什么？这个可以让你架着人头，然后方便清洗，不会手忙脚乱喽。那怎么用啊？就帮我拿一下。好，谢谢。这样吸上去，人头架上去就可以洗喽。架上去。这样就可以让你方便清洗。哦，这样是吗？这样就可以洗了。对。就不会手忙脚乱啦。哦，这真的很神奇耶。对啊，那我们再纹路很漂亮耶。那我再请更专业的来为我们解说吧。好哦。本组制作出一个能够方便清洗假人头的脚架，让大家在清洗的过程中双手能同时运用，在清洗时能够更方便且快速。若要晾干时不需移动，也能直接放于改良式的脚架，才不会将地板用得湿哒哒的。使用方法很简单的吸盘脚架，也能取代一般性的桌上型脚架。人性化的设计使脚架更方便，不受环境因素而影响，可在任何平面操作，并成为美发相关人士最棒的好伙伴。在这次的本次专题中，我们学习到了团队精神和分工合作的重要性，更学习到遇到困难时能寻求解决的方法。以上呢是本组声东击西双吸盘脚架的报告，谢谢大家。